现在有不少的都禁止了，不让这个现在，就是说特意控制它，控制朝鲜。朝鲜这块儿在世界上这块儿，它就不都是说要求它不让它有些什么核武器，但是看新闻看的。中国呢，履行了自己的承诺，修好了那个桥，这个但是呢，朝鲜那边那个高速路的话，一直是没有办法得到落实。没有得到落实的话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国和朝鲜关系。由于中国呢，这个在朝鲜反复进行核导试验之后，支持联合国通过了对它的制裁决议，所以两个国家关系趋于冷淡。